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Yes， 黄金传奇，大家欢喜！哎，今天的黄金传奇呢，又要带领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到台南。台南的赤崁楼呢是最著名的古迹，哎，在赤崁楼的附近呢还有许多好吃的小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台南赤崁楼的美食之旅。好，今天我们红队的参赛者有黄建群和龙凯兵、龙凯礼两兄弟。蓝队的阵容则有于浩然、李志奇和王中平。由王丽玲挂帅的红队和由曾国城领军的蓝队，到底谁胜谁负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哎，今天啊，看到我们的场景，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眼熟。哎，那就是在台南啊，明朝永历七年啊，距离今天已经有343年历史的赤崁楼。哎呀，好地方啊！来到赤崁楼呢，不仅让我们有缅怀先烈的精神。嗯，其实跟先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上次来到台南体验一下不同的风貌之后呢，事实上呢，来这边除了寻访古迹是必然的行程之外啊，事实上这边的台南小吃也是我们不能错过，而且非常闻名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就是台南的美食之旅，我们要把台南非常有名的小吃的通通介绍给观众朋友们。没有错，今天的美食之旅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样的内容，因此呢，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最近我清瘦了不少。有瘦没有清？有清瘦了不少。哦，为什么呢？你要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已经是滴水未沾。哦，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呢。粒米未进，我保持最佳的空腹状态，准备今天把台南的小吃从头吃到尾，吃到垮为止。哦，都没吃，肚子还这么大。哦，没吃啊，真的。1、2、3，来，早餐吃了没呀？当然还没吃啊，因为我要拿黄金啊。我看你做白日梦啊。为什么做白日梦？开玩笑，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哦，这个早餐啊，吃了早餐以后就可以刺激这个大脑神经，所以我看你们蓝队完蛋了啦，带着这个拖油瓶，今天我跟你讲，可能他第一关就昏倒。好吧，那各位就请多接纳我吧，好不好？请发挥爱护喜悦鹅的精神。好吧，好，那今天我们两队的成员呢，在介绍之前呢，当然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黄金规则。请看，请看。好，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黄金规则。第一点，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各获得3份提示。第二点，每份提示最后各获得3份进一张藏宝图。第三点，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进入宝箱钥匙藏宝处。第四点，首先打开宝箱之队伍可获得50000元之黄金。好，第一份提示图，是一首歌谱，我们来看看 ，Do Re Mi， Re Do Re Mi， 这什么歌呢？第二份提示图呢，是一份国文算式，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加减之后是什么地方呢？第三份提示，我们看看炮打包青天，直接英国旗，心惊不避真，须臾不见人，这又是要去哪里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寻宝地图，在赤崁楼的附近有相当多的小吃啊。我们来看看，哎呀，炒鳝鱼，哎，这个浮水鱼羹，哎，鸭肉羹，哎呀，真是 yummy yummy。好，郑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两队的艺人。好，首先欢迎我们的红队，第一位是黄建群。哎，后面两位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龙兄弟，第一位哥哥凯宾，第二位凯礼。欢迎他们。还有我们的金仙子秦云。哦，新的仙子。哎，仙子说你们也是要欢迎仙子啊，仙子，哦，哎，欢迎一下我们的蓝队，第一位于浩然小姐，去哪里啊？第二位哦，李志奇，不用走，不用走。第三位，哎呦，来的这边是第6次啊，听说啊，王中平先生，哦。你们走得非常的不漂亮，来，你们我们换一下仙子示范一下，欢迎仙子慧萱。哎，今天我看蓝队啊，今天蓝队真的会输，我觉得啊。你是被撞过的，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守护神好了。哎，今天守护神是台南市的市议会的议员方金海议长，议长方金海议长，欢迎他。议员呢？我怎么知道你要我？欢迎！哎，请请这里，请这个方议长啊，给我们的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好不好？
两位主持人，各位虎城的乡亲父老，还有我们超级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鼓励鼓励。首先呢，今台代表台南市代表台南市议会，欢迎我们超级电视黄金传奇在台南虎城著作这个黄金传奇的节目，黄金传奇的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南市是一个古都，是一个虎城，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建成的都市今天大家晓得，我们黄金传奇要带我们游历台南市的名胜古迹，还有小吃这都是台南市最著名的。现在在这边呢，是我们厝坎楼在前面呢是五庙还有台南市有安平古堡、延平靖王祠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我相信各位观众、各位乡亲随着我们黄金传奇的节目可以游历很多很多地方。我进来在这边祝福我们黄金传奇节目著作圆满成功这个机会祝福我们虎城的乡亲大家事业发展大家平安大赚钱感谢大家，多谢。哎呀，好，讲得好，谢谢谢谢谢谢方议长。好，那么我们现在请议长呢给我们颁发这个两队的地图跟提示。好，这是地图，这是我们地图，对，这是地图。来，蓝队，于浩然，红队的提示，来提示，待会再开哈，来，公平起见，我们待会再开哈。蓝队的提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南那个美食之旅吧，是是，小吃这个要花不少钱吧？你帮我们准备了多少盘缠呢？简单，一倍一千块新台币1000元整。来，我们的车马费。我们的旅费都好了，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好了。看到这个事情没有？两队都得第一啊！都得第一，谁得第二？准备啊！准备！准备！出发！炮打包青天，只见英国旗。十。炮打包青天，炮打包嘛，石头的石啊，只见英国旗，心静不必争，青。十什么青？十金旧，对，走，十金旧。十金旧，往哪里走啊？厉害厉害，炮打包今天就剩下一个十字，英国旗是米，心静不必争，静去掉争就是青字，须臾不见人，就是一个旧字。所以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在赤坎楼旁边，俗称旧金窟的地方了。究竟哭呢？哎呀，这个海产粥啦、蚵仔煎啦、蛙桂、四神汤，还有这个 B 哥啦，哎呀，说着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瞧瞧，在这儿呢，这些小吃当然是要尝一尝的。不过我们这边有个游戏叫做打老鼠吃小吃，每个人有3次机会，以球棒击破落下的水球。如果第3次还没有击破的话，就要把球停的位置上面的小吃，付费而且吃掉了。我们来看看，这游戏就是这么玩的。您看看，这样就要吃一个蜜哥了。这个简单。走啦，别直接玩，不要收这么久。我们现在在这里，在这里烧肉粽，有没有？再发肉粽，再发肉粽。我们上，上车的，上车了。竹竿太妙了。对啦，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再发肉粽。这个再发肉粽，可是名气可是响叮当的。我们来瞧瞧。哎呀，您瞧瞧这个货真价实，这个真材实料啊！
这里面呢，除了鸡肉、蛋黄、香菇、栗子之外呢，还有这个干贝都包在里面。虽然没一个价值100元，但是绝对值回票价。在这儿呢，要和老板比赛包肉粽，如果数量多的人呢，就可以过关，如果没有办法过关的话，就要沿街叫卖小霸掌哦。老板，请问十斤肉在哪？这里呀、啊。就这里啊。加江口的。这个夜市就叫十斤旧。啊，真的、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这是台南市啊最有名的十斤旧啊。十斤旧，这个地方啊是专门在卖一些有名的小吃。哦。然后你们今天都有。对，都有。然后你们今天啊要玩的游戏啊，就跟吃有关系，跟吃有关系。我们有备而来的啦。你们每个人啊要打破一个气球，我们这边滚下去，对，你们要打破一个气球。哦。打破完，你们每个人啊有3个球的机会。如果说都没有打破的话，看这个球掉在这格子里面，啊，看掉在哪一个地方，你们就要买这上面所著名的小吃，把它吃完，然后再重新来过。一定要把四个人，一定要一个人打完一个，打破一个球，那才算过关。吃完。是吗？清真吗？对，这清朝服装，清真。清朝的。鸭，
为什么是鸭呢？哎，第一次收到慈禧送的生日礼物的珍妃，我先了。清蒸嘛，清蒸，对对对。往哪里走？往对面走。对面，谢谢。这个名面呢，必须要感谢我们的漫画家萧炎宗先生，哎，来提供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图里面画的是一个珍妃，哎，所以要去的地方呢是清朝珍妃，就是清蒸啊，清蒸鸭肉羹。我们来看看这清蒸鸭肉羹里面，哎呀，你看这鸭肉切得又薄又细，哎呀，吃起来真是爽口极了。我们来看看到了这边之后呢，要玩一个鸡手鸭脚玩拼图，哎，穿上鸡手鸭脚，哎，在2分30秒内将拼图完整的拼出，哎，就可以过关了。没有办法过关的话，就要付费品尝鸭肉羹了。我刚开始就流汗了，还得了？你三个 chapter 对我做出任何不轨的行为，你只要不成为我们的拖油瓶就好了。王作平，不许你说出来。有提示吗？这里包肉粽，请吃吗？这是我们万丈城首都县霸长，开口讲话吗？我是口的。啊，今晚开始加，开始加。你的题目就是加吧。你有没有提？请加完他够。来宾，太好玩了，大家分享乐。一定要吃完了，他能自己吃这一块，我们三个人。我吃这一块。有那么大的叶子可以包吗？还是他们用饭模的？对，你。我们店的霸掌就是以大闻名嘛，等一下我们先请老板示范一下哈。不要抢，不要抢。包的方法。好。那我们要包重，不要抢，不要抢哈，不要抢。OK。好，你过来。谁会包粽子？我。看好，看好。它是三张叶子，哎，两张还是三张？三张哈。对，没有没有。加干贝，不要开玩笑。好，我们现在先来称重量。哦，要重量跟大家重啊？对。半斤啊？哇，现在就是10两嘛。你说还有10两就对了，这。重量一定要在10两和12两之间。和老板比赛包粽子，重量一定要10到12两之间。嗯。如果超不足或是超重都不算哦。啊，有通过的粽子，5分钟之内，如果你们比老板还多，才算要过关。过关。我们是四个一起比老板，一起包，你们四个一起。好。OK。好。现在可以包了吗？好，计时开始。
戏没有过关哈，没关系，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帮我们沿街卖粽子。还好不是卖我们自己包的。一个一百元哦，一个一百元啊，要拿回来给我们哦。这一百。啊，快，OK， 卖粽子啊。先生，先生你好。快吃，我们现在这边录影。那因为我们呢，这个其实是要把这个粽子卖掉，100块一个，能不能请你买？买了我们就可以过关。我们有很多东西，有干贝，有蛋黄，有鱼肉，要好吃帅的。谢谢你，先生，家里，没有，这个，先生，开车很辛苦，对不对？好热，对不对？中午饭要。吃对不对？吃了，吃了，还有点心，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华金传奇，我们在这个肉粽店，这个岳老板说我们要卖掉一个粽子一百块，这个我们过关了，对，我们才可以过关，才可以去拿黄金，就可以帮我们买一个粽子，有很多东西哦，三倍哦，刚刚已经卖掉一个了，不要钱了，我们摄影师在这里，摄影师来，这下这下，谢谢，谢谢，谢谢哈，这里生意兴隆哈，谢谢，卖到了。赶快回去！我们在录《黄金传奇》，我们现在要，我们要必须要把粽子卖掉，卖掉，我们就可以过关，好吧？100块钱一个，可以吧？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100块一个粽子，100块钱一个粽子，买一个就好了。OK， 那你可不可以买一个？买一个，你是买他，还是买我？你买他？别啊！哎，这个高贵的少女，不错。这位少女。他们两个买一个粽子，那你帮我买一个粽子，好，一个，这个白菜，我们现在这关一定要赶快过。大概有十九，要打两个。耶耶，谢谢。钱先给我。OK， 钱给你。恭喜你们过关，这是你们下一关的提示。好，来接收，谢谢。现在开始。这边是起点，入耳门是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点吗？入耳门啊？不是吧？是的，走黑线这边，南馆起源于台南，说不定所以叫南馆吗？南馆起源于台南吗？好像不是，对不对？不是的，这边一代金城是清朝沈葆桢所创建的吗？不是，一代金城是那荷兰人创建。哦，不是沈葆桢创的。不是。对 ，no， 这边清朝年间台南城又称为拜月城吗？台南城叫拜月城吗？假装是好了。是啊。宝华寺里面供奉的是白蛇传里面的华海和尚吗？是。假装不是好了，好不好？好。因为是不是人都到这边来了？不是也是到这，是也是到这。爱民最强曲的男主角是西班牙人吗？爱民最强荷兰人吧。荷兰人。台南著名的杜小月担子面是由清末时安平渔民洪于石。创立的杜小月担子面是不是他？可能是，我认为。好，可能是。安平古堡是全台湾第二老的城堡吗？是第二老的城堡。如果他不是，好，而且台南之称是从1920年沿用至今。我们是不是拿一本台湾通史来看一下？好难哦。1920年，台南自从1920年也。那我觉得我们先来月华小馆。我觉得。如果他是的话，到这边来。是。这样好不好？没关系。台南市的孔庙是全台湾第一座孔庙，对不对？台南好像是哦。台南孔子庙是最有名的啊，那应该是也是啊。对，台南孔庙是最知名的。可能是阿霞饭店，我认为。还距离还蛮远的。阿霞饭店。阿霞呢？阿霞。啊哇，好远哦！对面的好远。对面的。我先到阿霞去。这个谜面呢，是这个台南常识大考验，这个蓝队误打误撞呢，居然也到了正确的地点，阿霞饭店。这阿霞饭店呢，就是大大的有名的，许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来了这边呢，就是为了要尝尝店里最有名的昂金米糕。在阿霞饭店呢，我们要玩一个螃蟹运球的游戏，队员两两以脸夹球，在3分钟之内要运15颗球，到店外的桶内就可以过关了。如果没办法过关的话，就必须要付钱吃昂吉米糕了。Yes， 黄金传奇吃遍天下。
天啊！快点，请坐一下，请坐。本店店名是清真鸭肉羹啊。是。本店的鸭肉羹是台南市最有名的。哎，现在先让你们品尝一下，好不好？先品尝一下。好。那这就是你们最有名的。哎，这是我们最有名的。老板，我们一边吃你一边讲。好。等一下呢，我们这一关呢要玩那个鸡手鸭脚拼图游戏。哦，鸡手鸭脚。请在2分30秒内完成。未过关者，你们就要付钱。过关者嘞，哎，对，过关者叫本店招待，一碗35块。哦，35块。对，好。好，那你们要穿那个鸡手鸭脚。开始了。加油！加油！平常那刚才没有出完的那鸭肉羹，再付钱啦。那我们就这样吃是？不要，随便你啊。等一下。140。哎，分100就好嘛。公平，公平，不行，要考虑点我这个要公平。老板，下次哦，只要找60块，要找60块，好，不要看他们其他的人，他们好烦哦。这张，谢谢。这张宝藏图啊，宝藏图，这是我们送给我们哈，哎，送给你们，这是我们付了140哎，140，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份宝藏图，哎，宝藏图。好的，恭喜红队获得第一份藏宝图。哎，我们看这份藏宝图上面似乎也是一个地图。哎，到底画的是哪里呢？哎呦，阿霞，我来过了啦。阿霞，你们就带我来的。对，欢迎光临，是不是这边？哎，对，对了吧？请坐。好，老板，请。没有，不需要管。哦，对了，螃蟹，海王蟹什么？你有没有？螃蟹米糕。海王蟹米糕。吃完。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哎，吃不完。哇，真的。饿了。哎，吃不完呐，真的吃不完。你们吃几口就好。这都是我们店里比较有名的。来，为什么？这个是凉水，现在在出产的凉水，凉水花枝，这个是虾卷，你试试看，这个刚炸的。那个你们现在来到这一关，要玩的就是两人运球，你们在2分钟之内把运15个球到那边那个桶里面，这样就算过关。好，起点呢？起点从这里开始。两个脸碰脸，是不是？是，其他不能动。预备，起！加油！叫的。走走走
三个球。进了三个球。三个球。好，怎么办？我们差两颗球，现在处罚这边。只要付红旗米饭的钱就可以了。多少钱？多少钱？一个800块。好，很棒。完了完了，吃一半你要打对折。啊，你可以包回去啊。好，付钱谁付？来付钱。老板。他就是要你把它包了哈，打个折嘛。好好，不要整个交给。没有，已经很便宜了。嘿嘿，好，谢谢你啦。好贵哦。有空再帮你拍。谢谢哈。提示提示。好，藏宝图。藏宝图。好，请金仙子出来吧。请金仙子，这是我们三分之一。恭喜蓝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哎，我们看这份藏宝图是不是要去赤坎楼呢 ？Yes， 黄金传奇精彩出击。恭喜葛浩，我们红队总算得了第一份宝藏图。噔，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什么？唱歌，唱歌，唱歌。例如，例如，唱歌，唱歌，唱歌。女孩子的。E minor， 女孩子我不会。E minor， 快降一降一 key。So， 对不起，我最不会看简谱。So， La Re， Re， Mi， 我不会看简谱啊，抱歉，我也不会。对，你们爷爷是工人小学的。我们只会看那个豆芽谱，对不对？对啊。对，你们从小学音乐的。会看简谱是吧 ？Re Mi Fa So。现在不要说偏离，我操。So， So， 这个是零是什么？零是有没有音啊？是多，我们请先走吧。多，天灵灵，地灵灵，黄金紫金如绿绿，有请金仙子。大太阳啊，奇怪，后一跑哪里去了？哎，哎呀，来，哎呀，台南太阳非常热情啊！来来来，赶快告诉我们这什么歌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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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霸掌，对对，唱的人是谁？郭金发。郭金花。在这里，在这里，这里在发肉粽。谢谢我，这个给你们。谢谢再发肉粽。再发肉粽。再发肉粽，往哪走啊？再发肉粽。再发肉粽。走，哎，寻宝跟车，快快快，快走走走。没错，哆瑞咪瑞哆瑞咪嗦，哎，这就是我们郭金发先生所唱的《小霸掌》了。来到再发肉粽之后呢，哎，还是一样要比赛包肉粽，如果没有过关的话，就要沿街叫卖小霸掌喽。耶，恭喜蓝队顺利的度过第一关，现在我要给他第二关的提示，希望他们能够加油，走吧。耶。耶。长啊，我知道，他一定是这个笔画，笔画剪这个笔画，剪这个笔画。一二三四五六，六画，我算签。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画，六画，一画，一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四，八，七减四三，三三三减三减四，负一，负一减六，负一减六，负七，负七，负七对，负七，负七加五，负负加六，四四，四减一三，三加八。十一，十一对，十一减十一减四七，七加八十五，七加八十五，半月，半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叫什么半月什么，是不是？为什么十五要半月？十五啊，七月十五，七月十五啊，半月，哎，都小月是。哎，你这样讲有道理，可是你要找出来啊。对，我刚才这样看到。十五是不是杜小月？对啊，小月，那就杜小月啦。对啊，是不是？初一十五，十五杜小月嘛，对，那杜小月了。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小月。对啦，杜小月啦，杜小月现在在哪？哎呀，这蓝队乱解能解到正确的地点，我们来看看正解应该是这样子：床剪掉木就是一个眼部，这个明剪掉日字，哎，就是一个月字。这个尖剪掉大就是一个小字，这个曲剪掉耳朵就是一个右字，这干剪掉一呢，哎，就是代表国字二十的念字。所以我们将这些部首全部拼凑起来之后呢，要去的地方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台南最有名的杜小月担子面啦。这个杜小月担子面有干有湿，哎，可是一样的可口。我们来看看，哎，每个人在60秒内蒙眼以长筷喂头饭，吃完面就可以过关了。是不是那个一个100块的那个大？先给我们提示。大大大。对，好，先上。好，就这里。
说明游戏规则。好，能不能赢得过老板呢、啊？可以啊，就是和老板比赛包肉粽，重量要在10到12两之间。所以你们的这个肉粽就是每一个都10到12两。对。不足或是超重都不算哦。好，如果数量多的就可以过关，如果没有过关就要帮我们卖肉粽。好，来吧，来吧。时间开始。这红队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您瞧瞧，这个队长王丽玲，哎，不断的跟老板骚扰，您瞧瞧。不过这老板呢，包起来还是非常的迅速。而反过来看看我们红队的队员，哎呀，这个个包起来真是惨不忍睹啊！期待有啊，那这样子一个怎么够说？来，我们有4个，买4个，大概有3个人，可以了哈。辛苦辛苦包。哎呦，谢谢，来帮你包好哈，包好不好？来，而且随便你跟谁吃都可以啊，谢谢。一个100块，没关系，买我们唱片也可以。这是不是唱片行？如果你买的话，哎呀，我们找到了大咖了，找到了大咖，谢谢。这个300，这样1、2、3，300。哎呀，刚开机我就买嘞，赶快，好了，哎，这100，这100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龙兄弟，谢谢龙兄弟，好，提示老板，好，恭喜你们过关了，好，这是下一关的提示，好，谢谢，老板，那我们刚包那些肉粽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还要重新处理，好，不会拿去会客气啊，那我们包了那么难看。算遮羞费了，遮羞费，对，给老板的遮羞费。好，来，好 ，A， 鹿耳门是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点。好天哪，好像不是吧？不是啦，不是。不是的话就白线，no 对吧？白线，意在京城为清朝沈葆桢所创建。沈葆桢是不是意在京城吧？我不知道。哎呦哎呦哎！对的吗？呀！快点来！等一下，居然对了，这也不错哦。太尖了！你这家我来过啊，今天我也来过。来，欢迎各位到杜小燕。这个杜小燕的由来是从那个西元1892年到现在，差不多总共有102年啊。他卖面是为了过这个度过生意清淡的小月。你咱我老觉得台湾是七月是要红开天祥光。啊！你讲今年讨爱人，伊袂当出来啊！所以就讲卖米啊，多是滴啊，你多些生活，做些店名，多些块店名就安尼来。这里来一个玩那个蒙眼吃的，每个人在60秒钟吃的，60秒钟以内蒙眼就可以。哦，很快喂，很快。又不跟你转3天，然后你坐下来喂他。哦，我跟你转3天。3，然后你自己走到前面去。这边右边，你讲。OK， 好，坐下来，转过来，这边是我们。好。
下面的是李志熙，不李李志奇，好，下面的是李志奇。好，好，开始了吗？现在给王仲明吃。开始了，开始了，十五秒了，是已经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好，然后往上，往上拨，你不要，你不要捞起来，你再把面挑起来就可以了。十秒了，把面，把面推过来。不是要带水，不是要带水。十、九、八、七、六、五。过关了，过关了，太舒服了吧！好，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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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那个是我，好来，很好，好来，开始吃，来，慢点，慢点，慢点，可以吗？可以吗？好，三十秒，可以，来点鸡，再发一点，慢慢来，慢慢来，三十秒，嗯，慢慢来。三，好了，讲话，讲话，好了。这里，这里，这里，讲这边。笑得很。等一下，等一下，他要再推下去。好。拨拨拨拨拨拨，往上拨，往上拨，对，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下停一下。好，好拨。好，再停，停，停哦。几秒了？怎么样？还有十秒。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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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拨拨拨拨，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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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好，拨一点，拨一点就好，不要拨太用力。好，拨，好一点。过关了，过关了。今天的游戏比赛算总算过关了，然后所以下面的游戏我就交给你们。好的，我们的提示是，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的提示看一下，春，春，擦干净没有？擦干净了。春，春，这个春是正的，不是倒的哦。春春春有什么意思没有？哎，是春卷，春卷，金的春卷，春卷，对，春卷，春卷起来，春卷，哎，春卷起来，春卷。哎，对了，哎，这回蓝队就是聪明了，我们来看看，哎，将这个春字呢卷起来，哎，就是金德春卷了。这金德的春卷呢，哎，是台南最有名的一家春卷店了。我们看看，哎呀，这个春卷包好之后，还要在炕上烤它一下。而在这呢，我们要玩一个盲目吃春卷，请猜出春卷里面有哪些材料，每个人写出八种就可以过关了。今天的红队呢，哎，实在解不出台南常识大考验，哎，只好请出金仙子，哎，最后解出了正确的地点就是阿霞饭店呐、啊。这是红红旗，这本店最有名的一项特产，清真、啊，真是有口福啊，真的是啊。那老板，你可以我们一边吃一边看哦。好，提示是，等一下你们要过关的就是两个人以脸顶住球，分成两组啊，然后越过前面那个障碍，两分钟以内放那个桶子，一样放十五个球，这样就算是过关。预备，好，开始。
剩下五颗球，你们没有过关。哎呦，这个怎么可能过关？全部啊，那是蛮困难的嘛。不太可能。好，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付这个钱。是。多少钱？一个800块。剩650元。六百五十啊！老板，这个剩690元，怎么办？啊？总不会希望我们流落台南吧？台南人最热情的，就跟你们的太阳一样热情，对不对？我们远道从台北来嘛，是不是？不要看你别的地方，来看我就好。天地地地地，黄金吉吉如意利，有请金叉子。一个好消息，这边有冷气。这边有冷气，那可是我们要卖艺。要卖艺啊，那要先85开，要沉淀一下。我真的觉得新仙子换了这么多人，你最可爱，心地最善良的。然后你看身上戴的这个又很搭配你，哇，这个样子。这样好了，收工以后我们看个电影好不好？可以了。把这话重听，好好，很好很好。拍电影啦！我们来卖艺，唱个电影好不好？哎，我们要缺盘材。啊，我们刚才在阿康那里吃了饭，结果嘞，本来想吃霸王饭，哎，可是没钱，老板说要报警，可怜可怜我们，我们唱歌给你听，麻烦谦逊一点。200块就好。哎，对，我领队，领队，你们都有看《黄金传奇》吗？有啊，有啊。好好看，好看哦。啊，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艺人缺钱？请大家鼓掌。Yeah, the beats in the funky old house. Everybody raise your hands in the air. Don't be shy, don't figure out the girls. ANC 大声唱着 First Love。再没有谁能比我更爱你。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愿意跟你一直到老，我爱你会梦想。再苦的等待也是爱，和你分不开，我只为你期待。耶，谢谢谢谢，加珍珠吧。来电影吧，赶快拿！哇，我看到天上大招不错，哎！我干嘛？我抢钱衣服啊！照那杯脸碰。如果每一个这样子一边跑一边丢100也不错啊，快！400多块。不是，我们啊要放一张这样子，这样子人家才知道。哎，有人，哎，有人放100，知道吧？我们是超级电台，用黄金传奇。然后呢，我们连接要玩游戏，结果把这个钱用完了。那我们16号来接连接卖艺赚钱，可以吗？我们龙兄弟是我们的招牌，招牌菜。爱你的心有热的血，有冷的血，有苦的血。爱你的心有逃的罪，有迷的眼。我喝了太多太多感觉，有太多太多不对。我是混血，爱情的混血，爱你的混血。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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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已经看到你在哪，我打开礼包了。你谢谢，钞票不嫌多，钞票不嫌多，谢谢。好，谢谢谢谢。算一下算一下。这边大概300啊，400。
老板，嗨，找我们一百好不好？找我们一百，我们零钱麻烦。没有没有，这里有，要走了，这里有，这里四百的是。OK 好。啊，那八百。八百。赢货两起，我们没吃完。那个要打包，来，因为我们已经付钱了，打包。现在还剩下。然后带走吃。五百大概七，五百七，对，五百七十几。老板，你要给我们东西吗？下一关的藏宝图。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得到了第二份宝藏图，仙子，我们要第三份进去。在一番求爷爷告奶奶的卖艺之后呢，我们还是恭喜红队获得了三分之二张的藏宝图。哇！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哎哎！谢谢，谢谢啊。姐，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们这家金德春卷呢，从民国13年到现在已经营业了42年。哇！这个台湾微风叫做冷饼糕啦，冷饼糕，哎，冷饼糕，冷饼糕，冷饼糕。哦。好，今嘛请大家把那个眼罩戴上，戴上。把眼罩戴上啊。戴上。它里面有什么材料？可能要猜里面多少料理吧？有什么料？几种佐，几种配，几种配料。好了，好了，好了。啊，各位啊，现在你们前面都有一个春节啊。这个春节呢，里面呢有10种材料。哇！你们在1分钟里面把它吃完啊！准备好了没？吃完。吃完啦！哎，在衣服兜里面吗？要我讲材料名字。好，那现在啊，计时开始。这是先讲啊。现在时间到啊，好，好，为了请把眼罩拿下来。现在啊，请各位把那个刚才你知道了里面有包什么材料啊写下来啊，里面有十种材料啊，10种材料你要写出8种就算过关。好，请各位开始写。材料如果猜对8种的话，这一卷春卷就算，老板请客；如果没有猜中的话，就请你们付30块钱。啊，好，现在要来解答了啊！这是1号的啊，这个肉。OK， 我拿。恭喜蓝队也顺利的获得1/3这张藏宝图。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在赤坎楼里面有什么玄机呢 ？Yes， 黄金传奇，紧张刺激。啊，我们这提示呢，就是床一日一大一耳什么加干加尖，减减加解取木名的。来，减跟加，啊，这个大减掉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床一减一减大。我们把加的先圈起来，这几个字，对不对？床干间取名。好，然后有这个的减掉，把日减掉，减木。木在这里。对。那就有宝盖头了。啊，第一个就宝盖头了。减日。有宝盖头吗？哈。是。杜小月。
杜小小月，小月，杜小月，对对对，杜小月，杜小月 ，yes yes yes， 杜小月。咱们红队就厉害了，哎，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国文算式里面，将这些部首重新加减一番之后呢，主要去的地方就是杜小月了。这杜小月的台南担子面，哎，着实是美味可口。在这儿呢，同样要玩个蒙眼吃面的游戏，每个人在六十秒内蒙眼，以长筷喂同伴吃完面就可以过关了。加油！是，再来，再来，再来，过来。快打！炮打猫今天直接英国情，心静不必争，须臾不见人。哎，鱼不见人是救，救，失救。心静不必争去掉，是亲，救，亲，直接英国情。十金救，十金救，十金，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十金救，十金救在哪？须臾不见人，鱼去掉人救，十金救，救救救。不错不错，我们蓝队看来是越来越进入状况了。哎，我们看看这一个字谜呢，哎，解出来就是十斤臼三个字。哎，到了十斤臼之后呢，哎，同样的要玩一个打老鼠吃小吃的游戏，每个人有三次的机会，哎，以球棒击落落下的水球，如果没打到的话，就要付费吃小吃了。老板娘，十斤臼在哪里？你洗的。你不要喊又哟！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光临呢，这个台南市的十斤臼啊，这个地方啊是专门在卖小吃的。那你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也跟这个吃的关系有关。你们呢，每个人呐，要打破一个气球，要打破一个气球，你要打破四个气球，那才算过关。哦，一、二、三。你想不到吧？还有一个，一、二、三。买一个水桶吧。没有送你，没有打。还有两个啊，还有谁？一、二、三。几乎同时啊，几乎同时滚点快，几乎同时。一、二、三。一、二、三。下流，很怕吗？吃来吃去已经快吃翻了了，您看看。零零零零零，黄金吉吉卢丽丽，有请新娘子。嗨，有什么事呢？我们马上把它调低一点，好不好？调低一点。因为我们打，我们这个这位同仁打不到。谁？嗯，有点有点。常常打棒球的这一位。各位各位，调低一点。OK， 我帮你们吧。你就直接调到那一层吧。已经最低了，如果再不行，我爱莫能助。加油！光中笔，不错，光中笔，我看你哭了。哈哈哈哈哈！鬼了，我奇怪了。一、二、三。哎，我说真的，让我打好不好？我说真的，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打！打！
没有，不能算了，一定打不完。在哪里？海鲜粥。海鲜粥，来再去买个海鲜粥来吃哦。哎，我帮忙打了。这样子好了啦。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我今天我表演吃糜啊，恁大家搞赞助一下，我不怕钱难捞嘛。预备起，滴滴滴滴滴，黄金吉吉如滴滴，有请今天的。哎，那些大哥大姐先不要走，捐点钱给我们，捐30块、50块都可以啊，我们都捐给你。队长，他说我要唱歌，先捐一百吧。真的？可是歌还是要唱啊，不能这样。我唱了，我唱了。门过关要紧。我们要唱给你听。好，来预备，我们唱一个歌。我们唱那个与你分享的快乐，生活就是拥有时，我人生真难走，好的路总一盏窗能帮，是给不够多。哇！分享的快乐。很好。的时候，哎，咱们另外一边的红队呢，哎，则是在杜小月，您瞧瞧，每个人在蒙眼吃面的这个关口上面呢，也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终于顺利过关，得到提示。开始。看吧，哎，玩东平啊！哇，抱歉啦，没过关啦，没过关了啊！你们没过关就要付钱啦！啊，妹妹还没出完吗？干嘛出完？一共多少钱啊？一共多少钱？哎，140。大师啊！对对对，6000，黄金级独立令，有请金仙子。你好恰呀呀，你叫我干什么？虽然够新啊，我们拜托再卖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然后35就可以。你要看王仲平表演？嘿，那看这是表演。你指定要一个人表演吗？随便。哎，你可以指定要一个人表演，这样多少钱哦？对，先交了，你要捐多少？你捐一百，你也捐一百，你捐200哦，你说的哦。来，南宫，等刷出名后，台湾出多少？台湾我多少？放弃下回再出，下回。哎呀，我真的怕我多。哎，能不能出牌？来。哎，这个是今日是那个王宗明，哦，王宗明，来，我们把他唱上。你今日来表演一个台湾的诶，那个小调。小调。哎。哎，那个滚色。好，
要了，快亲一下，快点亲一下，我代替他。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你不要走，先不要走哈。现在我们送你一张那个藏宝图了啊。Yes， 恭喜蓝队，贺喜蓝队，终于获得了完整的宝藏图。我们看宝藏图，是一个赤坎楼的全图，到底这有什么玄机呢 ？Yes， 黄金传奇高潮迭起。赤坎，火，大木，火。拿来看，盗墓应该是无关的。我们是要放在赤坎楼里面。大五金。不是吧？是这家点吗？三张名字，帮大家找一找。你对着透的光看看有没有什么字？没有啊。你们还有两张啊？还没打火机吗？你先看有没有看得出什么线索？有没有什么字在上面？有没有什么痕迹？有没有？对，他是配着算。预备，起！天灵地灵，黄金奇奇卢玉丽，有请金仙子。嗨，我又出现了，他们这是伤脑筋啊！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要干什么的？你们要仔细烧，还有个打火机给你们，你们就要仔细烧，仔细烧，烧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啦。要接了一块烧吗？不用吧。这个地方。在这块，先烧这块，先烧这块，先烧这块。哎。圆的，哪边哪边哪边？这边这边这边，角落这里。对，有个线圈起来，圈起来。来来来，这角落有没有？这边有条线。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到那边看看好了，我们到赤坎的后面。在后面角落。怎么样？来来来来来，有这个半圆形。有啊，这边。半圆形。啊，真的有个圆形的。走去看一下好了，走了。走了。哎呀，这蓝队差点没把宝藏图给烧掉了。我们来看看，烧过之后呢，在赤坎楼这个全图上面呢，有一个地方圈起来了。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叫做灵宝遗迹。在灵宝遗迹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看钥匙的谜面。台南市经政府公告列入国家一级古迹的地方，有几个呢？到底是六个、七个还是八个呢？哎呀，另外一边我们看看红队，赶到了金德春卷，正准备要这个蒙面吃春卷，吃出其中的材料了。他们到底能不能赶上呢？半圆形。为什么不吃在里面？经政府公告，有几个地方？你们这三个人竟然弃我不顾！刚才那个议长他讲的延平郡王祠、安平古堡、意在京城、鹿耳门，谁吗？鹿耳门是不是？延平郡王祠、意在京城、安平古堡、赤坎楼、孔庙算不算？孔子庙有。孔子庙五个了。来来来来来，快点！蓝队人在这里了。我去开，来一个。阿信，你是赶紧。快！快！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先。上面。好，来。不行，我们一起尖叫好不好？好，数到一二三，一、二、三。最起码是这四个，这三个都不可能，对不对？对。所以。所谓六七八九是什么意思？六个吧。因为上次我们全省寻宝的时候，红队跑三个地方，蓝队跑三个地方，我们选六，走。走。不管。不管。明天再回来。他们忙。对。大号多少起来？好，我们选的是六号。快加油！你
六杯拿走，对不对？这个是第五，我认了。哎，第七个我不对的话，我刚想是第六，你知道吧？来，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成果吧。来来啊，来乖来。哦，七号。队长，队长。进来又吃一碗鸭肉羹。队长，快点。好，两队同时到了，哪一队哪一队要先开？哪一队要先开？我们先开吧。那我们。他们先开。先开 ，OK。好，红队先开是吧？先开。好，来。对，如果没到，我也没办法。来，手一手，一起来。先向四面拜一拜，要不要？所以手一起来，手一起来，来。一、二、三。啊！完了。要死了！插得进去，但是不会动。来玩一个游戏。手放在我的钥匙上面，一起，一，二，三。等一下，为了避免，因为他们那边有黄建群，他们小声，龙兄弟他们都很会演戏。我们这个，来，请手放上面，确定黄金正对。这个经过了这个一番激战之后啊，我发现我现在是道地的吃遍台南无敌嘴啊！哎，吃遍这么多的美食之后呢，我发现虽然是我昨天下来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啊，依然有这种觉得吃的不升负荷的感觉。我一吃下来，我又可以三天不吃饭的。哎，不过说实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把这个台南小吃全都吃遍了。哎呀，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呢，今天我们可以算是狼吞虎咽。如果呢要细细的品尝这些美味的食物的话，我觉得不妨啊，大家再就地重游一次，才能真正体会这些美味的好吃的东西。刚刚我们这个最后拿钥匙的那一关的题目啊，被政府被国家列为一级古迹的，在台南有几个？答案是七个。哪七个？有安平古堡、意在京城、大天后宫、孔庙，还有这个四点五庙，哦，还有五妃庙，还有赤坎楼，哎，哦，一共有七个。好，现在这个话你看了这么多了，你应该有感触很深，对不对？你也知道哪一队是优胜的队伍，是不是？来给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公布啊，公布我们成绩之后呢，也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吧？今天呢，经过激烈的比赛，已经分出胜负了，当然有比赛就要有胜负了，不能像我先不开始比赛的时候说两队都得第一啊，这是不行的，所以已经分出来了。没有关系啊，刚刚大家可以改变一下，大家也晓得了，我们男队获胜啊，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我们男队，我相信大家看我们黄金传奇的节目啊。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在我们台南府城里面，各项的古迹文物，还有令人垂涎三尺的我们的小吃哦，他们刚刚讲的说吃的肚子都很撑啊，我借这个机会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莅临台南市参观我们的古迹，还有吃我们台南市的。著名的小吃，在这边再次的祝福我们大家四位宏图大展家庭美满大家平安幸福，也祝我们超级电视好，我们传奇黄金传奇节目观众踊跃特别多，收视第一，谢谢谢谢大家。嗨呀，今天呢，这可以说是终于尘埃落定了。每个人的辛苦付出总算是有代价的啊。对，不过我想呢，观众朋友们一定也很好奇，我们下一次又会到什么地方去？对，我希望呢，今天台南的这样的演出之后呢，希望大家呢，除了以后来看古迹之外啊，不妨你们自己亲身来感受一下这个台南的小吃美食之旅。哎，像我们今天吃到的什么烧肉粽啊，南关仔板。
最好笑的是那个珍妃啊，鸭肉羹。鸭肉羹啊。鸭肉羹。那是不是就吃的时候把那个东西才好吃的？好，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别忘了每个礼拜天中午10:30收看我们超级电视台的什么？黄金传奇，黄金大专辑。